是搁要赶去对。啊，你唔是讲要来七零洞开开？唔是啦，我是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若还未去按赞分享阮的频道，啊，紧去哦！啊，迄小铃铛吼，继续开开，等我哩啦，等我哩啦。来，七零哦，按赞小铃铛哦，不要哦。叮叮咚，叮叮咚，去搞钱。啊，你搁要哦？哦哦，迄个高山啊，烂掉的感觉，你敢知影是安怎？人一般去溪边是要抓会食一个，我真不是偌期待去挖到。挖到花就袂食一个。食看麦啊，生又油。对，所以也不要外省。真香，对，你食过我。大家安尼啊，迄个时代嘛无这条路。较早大门是遐啊。啊，咱登山下有伫咧无啊？来，爬起哩。哇塞！一台车沿一条路行。来北往半山过岭，一支车牌啊，藏偌济故事。可能脚后一站，敢是三地厝，拍一张青春的公车票，予我来做主，有事无事坐马事。好，运将，我即个落车。哦，感谢哈。下车。好，运将，多难咯。讲到台湾的交通哦，实在有够发达嘞。不过啊，来到台南这个所在，总是大家人拢一直往这府城去佚佗。我这座路啊，特别要来经。台南的山边，吼吼！我细汉时啊，有听到这个啊，对这个高山啊，真介意疼痛的一个阿公，啊，已经过遐尼侪年啊，唔知影迄个所在今啊情势如何？这座路，我特特别要来遐看卖。无啊，这是，哦，真正是这种公车呢。真努力嘞，感谢感谢。哦，第一届坐到这种，哇，哦，这风景哪赞到啦，收好收好啊。哦，这台南就是这风向去呢，真正袂歹。好，这个时间，紧嘞来找这个高山啊的阿公的迄个所在。你好，啊你搁未哦？好，来好来来，哇塞，哦哦，迄个高山啊烂掉的感觉，你敢知影是安怎？其实无啥物增加呢。哦，好冻诶！导演，我感觉恁的囡仔紧错来。哦。你好，嘿，你好，安尼咁好耍？哦，真正真趣味呢，即我人生第一届。系啊。哦，高山呢，甲咱扭裤脚呢。啊，佫会塞奶的。系啊，伊扭裤脚即算塞奶。那是塞奶的动作吼。哦。啊，因为伊要甲你讨食，啊，伊就来甲你摸，啊，伊若甲你摸的时阵哈吼，你的裤爱扭好，松紧带会去互伊扭来。哦，是。啊，有人客佫甲阮斗讲，啊，恁的狗会讲脱裤。啊，所以要顾好哈。是是是，所以恁家嘛袂使用。拢敢用金蕉啊，尔。我拢用水果自然的物件，加工的食品袂使给伊，因为伊是野生动物，伊无这种加工的糖啊、饼、面包、肉包。哎，那食久惯习了，哎，你的物件有调味呢，伊就有抢劫、攻击这个动作。看报纸啊，讲迄个寿山有无？高雄遐因就较有这种行为。对，啊，阮家已经甲人互动啊，前后拢总37年啊。30几年啊。对，有阮阿爸第一代，啊，阮第二代，囡仔第三代啊。啊，唔着，阮较早囡仔时代，阮阿公有即个乌山，才有一个阿公，拢咧
吼，安尼保护因呢。嘿，对。迄、那个故事来讲恁家咯吼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因为阮家是属于有农作区。啊，阮因若无饭好食的话啊，因就会去食人的种作，所以呢，人就会棍棒刀枪甲攻，啊，伊就逃命，啊，逃命就往安全的地方去靠近。啊，阮家地咧好吞，阮家咧买水果好食，啊，因家的人所有过来逃难来啊，阮拢盖瓜承受。所以古早吼，阮爸饲敢那一丁尔，哎，啊，即马有六到七个家族。爸开始放生的时阵，都是为这个挖起哩吼，顶端有一个平台，啊，伫平台遐放水果给伊食，食饭做伙就是共家族啊，哦，啊，这只叫做佐助，这只叫做佐助。安尼哦，你那这只你还啊？因为伊有特征啊，伊倒手长起，所以我甲伊号名号做佐助。啊，阮有一只长正手的，伊是蛟王哦，啊，伊蛟王，阮叫伊卡杜王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古早呢，伊先长手。然后一个脚都硬啊，骨头痛出来，一两个月拢无愈合，啊，一个脚阁掉不松脚。啊，怎安尼？你敢会来送落去救？无，为什么？袂使，为什么？因为自然生态，啊，自然生态，阮是不介入医疗的，啊，所以阮只也能讲啊，我用做的范围来去做。哎呀，啊，所以你甲拄仔讲恁。早囝啊，个恁囝嘛拢有投入去跩个工作。我其实我儿子才是这一行的啦，伊是东海动物医学，所以他才是学动物的。哎，他有去普兴农场当保育员，啊，问题是迄个，伊爷爷过世了，交代啊，所以就回来接这里接班。嗯，我隔一段时间拢会去巡山，啊，伊若要巡山的时阵啊，会用互你对去啊。真的？嘿啊。哦啊，高山啊，有恁遐拢有咧饲，我也都来到家。对，还是会。那我们平常要巡逻的话，包含避免农民放捕兽夹，所以会顺着这条排水沟的区域。那可以看我们下面是不是有那个排水沟？哎，对对对。的环线。那农民的话，平常放就是这条排水沟的两侧都有机会。那当然，什么？哎，捕兽夹撑开之后，脚套进去会卡住。对，那抓到的话，就猴子会受伤。哦，伊要惊，吼，这个只高山啊，惊到都唔敢过来安尼。对，所以慢慢要辅导农民改善。伊的手还是脚那么长呢？对。啊，这哦，原来是安尼啦。啊，这是都够有咧种吗？这种的话，现在比较没在采收了。那生长出来的果就让猴子去吃。那主要下面生产区的部分，不希望猴子进去。嗯。这都没有啊？对，这个是老龙眼，猴子就尽量在上面的林区。那下去一点，主要的生产的果园就是希望猴子不要进去。哦。这个所在安尼巡山，我常常带人安尼巡吗？哦，没有。如果客人的话，不至于。那相反，如果是局处机关的长官啊、工作人员来，就要带下来这边走。为什么？那您可以看左手边香蕉林。哦、oh, ，那套袋的其实是长好的香蕉，可以准备要采收的。我知啊，所以表示伊今咱咧拢好好，就是高山啊无来吃。对，安尼表示你管定的迄个高山啊过了有成功，因袂落来家损害。对，一般人别个看到修行，那是修行，但是来到这看到修行，其实就是恁遐成功。对，哦，谢谢理解。哎呦。我就真好奇啊！你啊，细汉倒来遮，啊，看到这种的环境，安尼佚佗内底，啊，到你大汉搁倒倒来，你安尼的这种差别感有啥物无同，还是讲有啥物特别？包含爷爷自己都分享他自己的童年山的状况，嗯，跟他回乡的时候不一样了，是，因为开发。那到我这一辈的，我出去念书再回来。可以看到山区的开发更严重、对，不断的太拓展，山是大家的家啦。那如果山没有动物是没有灵魂的，动物有保留的家乡，农民的产业可以走到顶尖，对，那就可以把产业文化发展上去了。安尼远远就闻到迄味，啊！你是咧无用啥物？即卡啊，这高汤。
嘿，安尼哦，嘿，金露油啊，内底无够，哦，所以你是用这来咧算米卖安尼哦？诶，唔是啦，阮这是咧结缘啦，做功德啦，因为这卡的宝贝位地来啊，阮爸会看狗食啥物水，啥物药汤，啊，因为因是野生动物，因知影啥物药材会用对因身体好。哎，阮大女儿是中国医中药资源的，查证了啊，家伫阮的药方内底，啊，结果对人的身体非常好。啊，我会当我叫人我来吃无？好，来，咱来看，不要紧。哦，啉看卖，啉看卖，未歹食，未苦，会反感。哎呦喂啊！这女儿都臃肿了对啊。嘿。哦，我来看卖啊，你的用心如何啊？对身体足好，啊，未使淋糖哦。诶、欸，药汤未使加盐，啊糖吼无咧也无咧加，啊伊若甲你控到有够趣味啊，伊会反感。所以阮爸食到九十几岁都无问题啊。哎呦，嘿，哦，啊是讲吼，咱啊平常时咱咧不管是做山还是做这土地，会做工课。嗯。啊，一个所在啊要困足久吼，那是足困难的呢。啊，无法度啊！啊，这是天命。我讲有一个高雄的宫庙的宫主来，跟我讲，伊的王爷唔知有怎样，这段时间就爱来阮家。我讲今仔日敢有对啦？伊讲有，我问伊啊。伊讲恁家的神选调恁这家爱去做这项工课。我讲啊好，我都已经饲着啊，三代人啊，三十七年啊，爱饲到什么时阵？伊讲。饲到缘分尽的时阵，我讲啊，所以只好撑着咯，陪囡仔安尼啊。哦，我较早去个幼稚园内底咧看迄个，迄有诶老师安尼，规工到暝啊，拢无休困，拢为跩囡仔咧拍拼。家问讲会忝未？伊讲看看到跩囡仔吼，因来快乐，伊就跟着快乐。因咧流目屎嘛，跟着流目屎。系啊，嘿，拢无法度啊。安怎伊唔知影？啊，因为我为怎要饲狗，我嘛无解答。因为可能顶生是共倒花啊钱啊。没啦。啊，这生是吼，连本带利啊行人。没啦，我感觉这，互你安尼保护落吼，在一片山园，爱当愈来愈水，在吼高山啊，活了愈迄个快乐。啊，咱跩的人嘛，其实也得咧快乐啦。无事无事，无事无事，无事一百事，爱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、拍开小铃铛，支持阮无事一百事的 YouTube， 是刷袂啦，一、两、三，一百事 ，OK。